统蔡英文展开第二任期，防疫不容轻忽，就职演说特意改在台北宾馆发表，也意外让人发现巴洛克式的百年建筑台北宾馆变更美了。背板上面呢，人民伟大、世界同行，还有国旗的图案等等，这个整个颜色的都是会比较缤纷一些些的。场景布置融合的恰到好处，展现国家美学，摆脱典礼的严肃感，以香槟粉作为主要色调，优雅温暖。主视觉当然少不了国旗，又刻意加入紫绿不协调色彩，点缀在台北宾馆，让石灰色建筑本体不再冷冰冰，更烘托出庄严优雅，又带有唯美浪漫的氛围。尤其这一次还是特别限制说进来的时间非常的短暂，我们在这边呢只能够稍微的观察一下里面。那因为其实因为疫情的影响之下，不让太多人进来到里面，以免的会有这一个传染的风险，所以在这一波的疫情之下呢，移师到台北宾馆来。为了让整体视觉完整呈现，不破坏建筑风貌，会场布置特地采用透光性较高的透明帆布作为天棚，更把所有座椅拉开到1.5公尺的社交安全距离，让与会贵宾能充分感受到布置的用心，颠覆过往想象的就职演说，完美融合平面视觉跟建筑艺术，优雅古迹混搭现代感，国家美学不违和，更让美感升级。记者董用君、江玉文、邵玉敏、何慧荣台语报道。